今日呢，我想介绍给大家呢，就是一条160的气球。这条呢是幼一点的。那我们相对呢用个泵呢都要用一个小的泵，因为大的泵到但是没那么容易咯。那呢就是，那我就今日就想做第一首花啦。这个呢在有时候你们有啲咩 function 啊，可以做嘉宾嗰啲手花咯。咁咧就系条气球咧，就唔使泵满嘅，泵大概一半到啦。然后咧就打个结，然后就咧整一个咁细嘅一只手指位嘅泵，将呢度咧大概分五份啦。咁就每次都係咁啦，用做嘅時候擰下去，第一份搭翻過嚟，擰下去，第二份做完咧，其實呢一個咧，好似我哋做兔仔咁樣啦，咁嘅方法嘅，跟住咧將呢一份擰趴過嚟呢邊，再擰下去，擰下。將佢繞過嚟呢邊，搭落嚟，其實即係好似個南瓜咁樣，五份，然後咧就係將呢一度條尾掹住，用隻手撳落去，將呢條係咁喺呢處打圈，整實佢。这个呢一個咧，掹住佢，套落於是打圈，咁就做咗一朵好靚嘅手花啦～